重阳节将至，以往草屯镇龙德老人会都会准备大蛋糕与长辈欢度佳节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为了顾及长辈健康安全，改为送小蛋糕表达敬老心意。过去惯是拢有大型的蛋糕，而且啊，吼咱这会员吼，大家来吃。为了疫情，防止疫情扩散，阮即摆改用小型蛋糕吼，每人吼一份，啊甲寿面吼，做熟。哦，大家吃平安哦，啊，过一个那个九九重阳哦，日子。草屯镇龙德老人会平时举办各项包括歌唱比赛、几支强活动等等，让长者们学习及动动身体，每天互相照应。而重阳敬老活动也行之多年，主要就是祝福长者们身体健康，并对长辈的辛勤付出致上崇高的敬意。我们的理事长，还有我们包括所有的理监事，平常对我们这些哈龙德老人会的这些会员的照顾哈，真的是不遗余力。那举办了很多的一些哈歌唱比赛也好哈，自强活动也好，那也希望说能够吸引更多哈我们避风里这边所有的长辈哈，能够来参与我们的龙德老人会。那在这里也要借由这个机会，祝福我们这些长辈哈都能够健康久久哈，那能够哈所有的人都能够长命百岁。那我希望说借由重阳节的一个活动，让我们的更多的长辈能够来共同参与。县议员李周忠表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虽然流程简化，但心意不变，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，让长辈们走出家门，度过开心的上午时光，并且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老人会的各项活动，充实退休生活。我们老人会理事长真用心，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真期待我们所有的长辈啦，吼，伫九九重阳一年一度吼，爱当期待因，逐天拢真健康、真快乐，祝因吼拢食饱子。草屯镇龙德老人会经常办理各项活动，带动长者们走出家门，提供休闲及联络会员的情谊。出席的议员们肯定活动的办理，在重阳敬老的节日里推崇敬老尊贤的观念，十分的有意义。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。